报告，德山西区派出所民警陈宇向您报道。报告，报告，我有一个新的。报告。报告。民警，您打算怎么办？报告，我打算把他接回我家。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，小子？啊，我问你一件事，你回答我。带入了，就我带出来之后失踪怎么办？你还有办法吗？这样，李阳，是跟着吴振峰到这儿的，吴振峰带着万萌萌跑了。您不觉得这里边大有文章吗？我今天正是一直盯着吴振峰，所以才发现了万萌萌。您上午要是……我去，慢点走。抖音。